好，不用太长。哦，未来的世界呢，在整个的智慧化呢，以及数位化上面呢，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。那电动车呢，也是其中的一环。所以呢，我们借由呢发展这个电动车呢，可以训练呢我们学生呢在机电整合呢，以及跟呢未来的这个数位资讯的结合上面呢，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。好。其实不会摸。